给他银行拿好啊，了，我等了给他十七年，啊，伊拉大头人侪老照顾，你才老照顾侬，哎，说我没啥个，那上海人哪能？哦，没哪，一色一样，一色一样。阿姨，哎，我问㑚桩事体哦，就是讲㑚搿搭大团搿搭有得只啥老有名气的啥酒酿，龙潭酒酿，㑚晓得伐？龙潭酒酿，龙潭勿来搿搭唻，啊，邵东走唻，邵东啊，邵东。邵东啊，哎，派对派出所啊，龙潭后头叫路里走。搿个是龙潭酒酿，还有一家新人，你晓得伐？一家新人。勿晓得呀，阿拉刚来，哪能介走呢？往前头走啊？对了伐？一叫永华路，一叫永华路呢，还在走。那个永春东路。啊，永春东路，过桥，一直走，一直朝东走。嗯，朝东走呢，走到长路等对面坐。邵伯哦，邵伯哎，邵伯是啊，嗯，那要走，搿肯定走不去的。哦，搿搭搿搭好走啊啊，太好走了。嗯，因为你一个大台啊，哦，有力量。现在有得买伐？现在没个，今日天没酒酿。哦，今日没个。哦，酒酿哪去做的？有呀，有伐？侬过去老搿台对伐？啊，嗯，对伐？过去要摆五斤装的。嗯。搿我是对嘛老马，龙潭酒酿啊，嗯，是龙潭伐？龙潭酒酿啊，是要买龙潭酒酿的，嗯，有啊，有个啦，哦，那找个门呀，啊，门门口啊，那他到街浪上去对伐？一个店是就靠靠搿只手，靠左手搿搭边，靠左手，靠左手边，五金店，门面是五金店，勿是卖吃的物事。哦，门面是只五金店，哎，五金店伊是。把酒搿个龙潭酒酿推的啊，好啊，酒酿嘛，酒酿啊，买酒酿，买酒酿。搿么我再问问，大团搿搭除脱这龙潭酒酿，还有得啥好的物事伐？大团么桃子，桃子买过来，八四两四西瓜，八四两四也算。哎，八四两四侪是搿搭大团的，哦，侪大团的，好吃。哦，哎。我搿只蹲了十七年了，十七年了，大团人啊，啊，也大团人了，也大团人。侬实际上是啥地方人？我上海过来的呀。侬上海啥地方过来？上海香烟厂。上海香烟厂。哎。上海酒烟厂开的。香烟厂。哦。红中华，红双喜。哦，酒烟厂想做啊，老早。酒烟厂的。哦。酒烟厂退休。退休。哦。原来酒烟厂干过。退休的。哎，葛末阿姨侬上海侬想着搬到大团介远的地方了？屋里情况有变化了嘛？哦，上海房子卖脱没了嘛，就等了搿搭，一直借房子十几年，就等了搿搭了。侬搿搭借房子啊？借房子。哦，搿搭借现在几年了？800块号头。好嘅，我新房子。哦。人家拆脱重新造啊，新装修。新房子一般性嘛便宜了，300-400块啊。跟侬一家头等啊？现在？搞老头。哦，搞老头两家头。嗯。哦。搿侬。当时上海过来习惯吧？还可以，还蛮好的。搿搭，搿搭手小菜嘛，侪伊拉送罢了。人家店里种的手菜，因为啥没本事做啊？新鲜，嗯，搿搭吃伐？伊拉搿搭蛮好，民风蛮好。啥物事蛮好？民风蛮好。民风啊，哦，民风淳朴，对吧？蛮好。搿搭居民比较好。搿搭人啊老好，我蹲了搿搭十七年。啊。伊拉大头人侪老照顾。侪老照顾侬。哎，说我没啥个，那上海人哪能？哦，没哪。一色一样。一色一样。老好，有啥事体帮忙。帮忙。哎，我属于上海，其他不提，就等那个。你几岁了？我35。他35了。啊，35。伊拉后生嘞。嗯。一米，一年五岁。哎，一百米。搿种现在上海不去啦？不去。他身体在上海。嗯，搿搭十一，此地也是上海，对个。搿搭十一，我上海。南京路从小出生地是南京路步行街，阿拉新世界边浪，南京西路七十弄南路，就是沂蒙路。南京西路七十弄，人民公园贴对过。哦，从小就搿搭个。最闹忙地方了。啊，可以讲最闹忙地方。哎，市中心。国际饭店下头嘛。主要中心。侬搿搭地方老早拆脱了。
老早拆脱了，我晓得个。在新世界一道拆。哎，在新世界一道拆。哎，分了这个叶西路，分了叶西路，南京路，哎，分两个地方，一个叶西路，一个是浦东。还是浦东。哎，叶西路三门路。嗯。搿搭是那新世界东区分了搿面。分了搿面啊。哎，我们结婚了嘛，我不属于南京路拆去，我结婚嘛，阿拉老头是新客来个。哦，新客来。拆去。啊。拆了房屋新村。啊。拆了房屋新村以后。后头2006年世界杯夺金哦，钞票是他去高丽的哦哟，上海后头阿拉买的就是复式房子买的哦哟，我就到哦哟。